这是监狱啊，原来。对啊，在监狱啊。你们见着吗？有人奥特吗？没有。赶紧随便奥特一人陪陪我。马上，你在那学一下陈赫，先喝矿泉水，再喝酸奶，也许就复活了。陈赫，复活。因为我听见鹿晗会复活，所以我觉得我也会复活。王祖蓝，赶紧喝一口水，再喝一口酸奶，然后把阿拉给你叫起来，一会儿你可能就会复活。王祖蓝复活，王祖蓝复活。没有啊，我说不定呢，奇迹就会出现。是不是一起喝？